家好，这里是不向就扔，我是小郑。最近呢，各地啊都是大雾天气，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因为雾霾中的 PM2.5 啊，对人的身体健康啊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外出呢要记得戴口罩，我们也可以啊在家里养上几盆绿植来改善空气质量，这几种呢就非常适合。我们首先推的就是这个龟背竹了。龟背竹啊是公认的净化空气非常强的植物，而且它的叶片啊非常的大，绿油油的，放在室内养护呢观赏性啊也很强。其次啊就是我们的常青藤了。常青藤啊它的叶片嫩绿，生长速度呢也非常的快，重点是它超级耐阴，室内啊放哪里养护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能吸收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和粉尘，能为你提供清新自然的生活环境。还有啊虎皮兰呢也是不错的选择，虎皮兰能有效的吸收室内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而且虎皮兰对光照的要求也不高，但是时间久了我们要用这个抹布把虎皮兰表面的这个灰尘啊给它擦拭干净。那除了这些呢，其实啊还有很多植物都能净化空气，像吊兰啊、芦荟啊、绿萝啊、文竹等等等等啊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今天呢关于能净化空气的绿植介绍就结束了，喜欢可以关注我。